交易已做冠军。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影片。今天多斯我呢又要来给各位带来这样的一个挑战，我必须要用一次的交易就让球队拿下一次总冠军。那这次的话，我们所来到球队的话就是我们的金州勇士队。那么在这次影片中的话，我所选用的是本世代，因为我认为这样会比较符合实际的一个情况。因为 PC 版会有一些名单作者会实时的更新所有的名单在 NBA 2K23 的电脑版里面，所以我这边想要选择用这样一个形式。那虽然平常提到勇士队影片的话，三巨头的 Stephen Curry、Klay Thompson 跟 Draymond Green 这三个人几乎都不太会去动，但因为这次毕竟是挑战，所以在内容上面的话可能会有所不同。那这次我无论如何都想要让勇士队再度拿下二连霸，那我们就不断重复的轮回来看这次一个情况的话会是怎么样吧。首先我觉得要拿下总冠军的话，有一个阶段其实是有机会的，就是近期打出非常好表现的 Kristaps Porzingis。 不过他这边所提出的要求是 Andrew Wiggins 加 Draymond Green 来换 Porzingis 跟 Kuzma。 你要我老实讲， Andrew Wiggins 不是不能交易，只是这个筹码来说的话，我觉得就 Kyle Kuzma 可能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尴尬，你知道吗？所以这边我干脆去换大一点的，去换 Porzingis 加 Bradley Beal， 因为毕竟是挑战，所以选用权这些的话，我自己觉得是可以直接给，没问题的。那这边我再把 Wiseman 加进去啊，因为其实老实说，他在季后赛可能很难有什么表现啊。来看一下 ，OK， 换了。那先发这样看起来的话是全面性的提升。Bradley Beal 加 Porzingis 这个组合的话，进攻防守上都是有优秀表现，但是我们三号位真的话，替补就只有 Andrew Iguodala， 那可能就要上 Kuminga， 这边就是打一个四号位的替补。哇 ，Jordan Poole 这个身材打小前锋，那真的是要命，你知道吗？我们来试试看这样一个组合有没有机会可以拿总冠军啊？我是不太信的。好，现在的话我们就来到这个季后赛啊，今年我们是直接只拿下分区第八名，我没有开任何伤病啊。那他这样还只拿下第八名，我就觉得说哇，今年这个组合看起来不大行。好，这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第七名还是第八名啊 ？OK， 看起来我们是第八名。哇，打打是独行侠队，我觉得可能很难受哦。哇，我们家Draymond Green心情直接裂开来，哇，我想我跟勇士队的合作就告一段落，太写实了吧。Bradley Beal 在勇士队这一年，他场均可以拿 29.4 分啊，两个后场组合加起来场均快要拿60分了。而 Porzingis 的话，这边就是微幅的下降，我觉得还行啊。好，但我觉得这组合要打赢独行侠队，痴人说梦啊！怎样讲啊？直接没有，这组合一点道理都没有啊！这就是骑士队拿总冠军。好，这次的话，我们再提出一些相对起来比较合理的交易案啊。Draymond Green 要不要走这件事情的话，我先摆一边，加 James Wiseman 这两个人是我们球队里面最有价值的人啊。我先来看一下 Keldon Johnson。这 Devin Vassell， 这就是我们之前在勇士王朝里面所提到的这个阵容，但我觉得算了。班乃提克马弗林居然是不可交易球员，是不是让我意想不到，你知道吗？反而 Haliburton 还可以，奇怪了，哇，这组合是什么东西啊？我怎么觉得这组合比刚刚那个还糟糕？ Jordan Poole 加上这个 Buddy Hill 两个人打替补组合，那一个进攻的强度我真的是不在话下，好不好？好，虽然我觉得这个也是挺不合理，但我们再来看看今年的话，我们就可以拿到总冠军吗？好，那今年季后赛的话，我们是来到分区第二名啊。那我们的 Jordan Poole 是直接拿下这个年度最佳第二人啊，那其实还算不错啊。但是呢，我看起来 Devin Chanto 跟我们 Andrew Iguodala 这个时间几乎已经少到没有了，所以我们就直接让我们打七人轮替啊，好不好？反正不会受伤嘛。来看看今年第一轮有没有办法打过我们的快艇队。第一轮。哎、欸，过舒服。第二轮明尼苏达哦，这个禁区双塔，虽然你要我老实而言，我觉得我们打双塔是一点压力都没有啊。我们来看一下，哦，咋回事呢、啊？咋被淘汰了呢？不是，我们打到最后3-3，结果最后是我们被淘汰、啊。哎呀，那就没办法。哇 ，Edwards 在 2K 的世界里面，他跟神仙没两样哎。然后 Prince 怎么拿28分？什么意思？哇 ，Steph Curry 拿44分啊，那他也尽力啊。其实 Haliburton 跟 Jordan Poole 两个人的那个感觉啊，我不会说一模一样，但他们两个在勇士队定位可能会变得非常的相像啊，所以我觉得位置重复他们没有办法拿总冠军，我觉得就算了啦，好不好？所以总冠军的话是费城七六人队。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搞一些就是比较奇怪的东西啊。我觉得有一个选择的话，我可以试试看这个交易是不是挺合理的。对，这样子 Ingram 跟 Andrew Wiggins 两个锋线，然后替补再加上 Devontae Graham， 然后我只是多少了跟 Andrew Iguodala 而已，这样其实挺好的，是不是？对，而且我的这个选用权的话只消耗一个。我们这边用大一点、啊、好，那我们这边跟替补队所做的一个交易的话，就是让我们的 Ingram Jones 加 Graham 去换 Thompson Kuminga 再加 Andrew Iguodala， 这样综合换起来来说的话，我们整体的防守的话是变得更加出色一些。
2号位也有，3号位也有。那 Ingram 跟 Wiggins 两个人的话，就可以打这个2、3号位的一个摇摆位。那我们就尝试一下这样的交易的话，你们帮助我们拿到总冠军吧。好，那在这笔交易之后的话，我们在今年的季后赛拥有了更高层级的第5顺位。各位要想，我们这组的牛逼一定要在哪里？再说我们的 Ingram 是可以打到3号位，那我们就让 Wiggins 打4号位，然后 Jamal Green 的话打到5号位。我们来看一下，我的组合看起来很屌欸，说实在，因为替补的防守的话也是非常优秀的，你们就打3号其实还是可以的。来看这组合，第一轮打曼菲斯灰熊，来看能不能过。首轮直接是来到了4-3，过了。接下来是打快艇队，波就有跟 Quarlen 这两个人的组合的话，应该是靠不过我们的，直接给他过下去，没问题。哎呦，接下来是湖人来打我们的，哎呀，他们这个阵容说实在话，两个字，屌打，没什么好说的，直接给他过下去。洛杉矶湖人队何德何能打到西区总决赛？我就只问这个事情。输湖人队，我就只能输了心服口服，你知道吗？来，最后总冠军后，你这就浮夸了，你这个真的就是浮夸了。我，湖人队拿总冠军，这事情你敢信？好，随便随便随便，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环啊，我信啊，我信。那上一轮的话，我们证明了锋线骑士上是有用的，所以我在这一次的话。就有一个球员我蛮想试试看的，虽然不一定能做到，但是我试试看。对，就是我们这个 Scotty Barnes， 加三个球员直接砸。那么这边再加上 Johnson Kuminga 呢？如果是这个情形之下，因为毕竟如果我们是想要夺冠的话，就直接把 Scotty Barnes 要过来。我们看这样有没有机会吧。哎，可以。其实这样子做的话，虽然你们会觉得蛮不合理的，但是我这边的话就可以直接名正言顺的让 Jamal Green 去打5号位，然后 Otto Porter 又直接回归到我们球队啊，这样何乐而不为？是不是？你看这组合对我们而言，就跟去年比起来的话，是不是差没有多少？甚至我们这边 Scottie Barnes 还有机会在本赛季继续增长上去。我们就继续来看看今年有没有机会可以夺冠吧。好，那么在这个组合之下的话，我们 Jordan Poole 再次拿下这个年度最佳第6人啊！哇，我们直接来到分区第3名，这夺冠几率一年比一年还要高啊！没有啊，跟各位讲啊。我觉得我这个组合这样加起来太合理了，然后这边的话就打8人轮替啊，哇，90评分的防守加99的进攻啊，这组合应该是输不了的。对啊，灰狼队没有输的道理啊，直接给他挂下去4-0。对决麦克斯灰狼队也是直接给他。真的没办法理解 Draymond Green 那个位置肯定是守得住这个 Steve Adams， 为什么他最后还是会输？我真的没办法理解。第一站 Desmond Bennett 直接打起来啊，就算了。 Steph Curry 也是尽力了， John Murray 也打起来，哇，这两个人组合一点道理都没有，超强欸。哇， John Murray 又是41分。那最后的话是鹈鹕队拿总冠军。既然讲到锋线防守要好，三分球又准，那么我有一个人选，只是我不知道他用什么东西来换，但这个人我一提出来你们会觉得哦，好像有点道理。这个人的话就是我们的 Paul George 啊。哎呀，只是 Paul George 这边的话，又用谁来换呢？可能是我们的差200万嘛。那这边就直接给他 Moses Moody 下去啊，没什么大问题吧？那这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交易看看。那么这边多给他个 Wiseman， 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哦。OK， 换了。哎，赞！我跟你们讲，主把子肯定是180%比这个 Wiseman 还好用了。来 ，Paul George 总一定比今年克雷汤普森还要稳吧，好不好？然后其他人没有太多变动，但是我们这边多补进了一个主把子。好，今年我觉得冠军势在必行啊，直接给各位看一下吧。没错，各位，今年这就是我想要看到的、啊。加了 Paul George 之后，整个就不一样了。而今年勇士队的话，也是直接来到了分区第一名。那今年太阳队的话，应该是直接顺利的过，没什么大问题啊。OK， 直接4-2。然后第二轮鹈鹕队，这边的话也是直，哦哟，4-3，有点可怕。然后这边老对手灰熊队 ，OK， 4-0。那我们现在来到总冠军赛的话，就直接给各位看一下对决迈阿密热火队的比赛吧。勇士队对热火队比赛，目前为止的话来到84-87，今天比数还蛮低的，可能是双方这个防守上的话做的都还算蛮确实的。Zubac 在篮底下直接拿下篮板 ，Stephen Curry 在急停中投，这球没有进，是被 Jimmy Butler 拿下来。因为巴特勒球到篮底下被两人包夹，这球硬扛被 Alabama 拦下，再拿下篮板给到是 Paul George， 再回有弧顶位置的 Andrew Wiggins， 这球三分球没有进， Robert Covington 拿下篮板。因为巴特勒一个拉回背身面对 Draymond Green， 转两下再上，这球还是被守住了，这球防守非常的到位。 Paul George 直接持球到前场，队友是 Tyler Hero， 啊，这球被守到停球了，给篮底下 Draymond Green 这边直接上，哇，连这球上来都没有进。今天 Draymond Green 的话是10投2中啊，在整体表现上来说的话是有待加强的。Draymond Covington 再回给 Jimmy Butler 一个挡拆，两人包夹，再会有外线弧顶位置的三分球空档有进。上到篮底下，直接选择上篮，这球，哦哟，
凯劳瑞守得非常好。然后前场 Tai Hero 直接灌篮得分，弧顶位置 Draymond Green 再回给 Paul George， 这边执行一个挡拆，被两人包夹，有一个外线 Andrew Wiggins 有三分球出手，因为实在是太强硬了，所以是也没有进的。杰米巴特勒再给到篮底下 Ben Adebayo， 哇！因为我在后期的双人组合打得非常优秀的。另外一方面，勇士队的话这边必须尽快得分啊！垫步往后的三分球拔起，这球没有进，主把是篮底下拿到篮板之后再上，这球压到犯规。Adebayo杀到篮底下，直接压到犯规。Ben Adebayo两罚都进。Stephen Curry 直接切到篮底下，直接选择上篮得分。Tyler Hero 来持球。这边看起来贝尔的班友是有个速度上的优势的、看起来是没什么办法。朱帕斯毕竟算是篮下站桩式的一个防守者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是被打点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 Stan Curry 的话，运用自己一个身位，在篮底下转了两三圈，终于是把队友放进去了。双方现在的话是三分差距，其实胜负到最后的话还很难说。Hero 直接切到篮底下，回给外线 Kyle Lowry。吉米巴特过来接球，一个后仰的跳投，三分球没有进。Wiggins 拿下篮板，两人的包夹，这球算绕出了空档吗？没有，朱巴斯拿下篮板，这边选择后一个外线 ，Paul George 其实可以直接上篮的感觉。这 Stephen Curry 弧顶位置一个三分球出手空档还是没有进。刚刚如果篮下直接上的话，现在已经是只有一分差距了。Hero 面对 Paul George 的防守，这边是直接被朱巴斯给抢断，这边要推一波快攻了。面对是身材比较矮小的 Kyle Lowry， 直接选择中距跳投只有进。这边选择自己硬上了 Jimmy Butler， 这球是没有进的，被 Adebayo 再度拿下篮板。哇，这边就只能进行犯规了。哇，这边其实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啊，被 Adebayo 在抢篮板的方面的能力啊，还是比朱巴茨在优秀不少的。两罚，所以这球到底会发给谁呢？给到是 DJ Stephen Curry， 不过这边是被 Robert Covington 给抢断。破旧局外线三分球出手，这球是没有进的、刚才那场比赛没有破旧局，并没有成为英雄啊。那这边也是一路战到第五战，不过目前为止的话，金州勇士队再下一城。那现在外线 Kyle Lowry 是一个三分球出手 ，Stephen Curry 这边给到 Jordan Poole， 这边是一个罚球线上的中距离跳投，被拿来 Bio， 这边来到篮底下直接选择上篮，这球是被朱巴茨给守了下来，就如同我所说的。这个朱巴茨是一个站桩式的防守者啊，在篮底下的话，基本上就是他的天下了。Andrew Wiggins 这边再回给 Stephen Curry， 垫步往后的三分球直接选择拔起，篮底下的话是 Butler 拿下篮板。Jimmy Butler 篮底下想要要犯规，不过这边是 Kyle Lowry 拿回篮板 ，Lowry 在篮底下差点要进攻犯规了，不过这边是翻身的选择跳投球进了。剩下最后的三十秒啊，在这个情形之下的话，看来勇士队今年的话就是可以直接夺下总冠军啦。原本我在想说这样一个阵容或许还是比较难夺得冠军的，不过没有想到 Paul George 加 Andrew Wiggins 这两个超强的单防组合啊，哇，是没想到把对方的锋线球员全部都守死了。那最终夺下总冠军的话，我自己觉得啊 Paul George 也是功不可没啊，好不好？我们这里最后要再恭喜金州勇士队再度拿下二连霸，不过这是轮回了好几遍的结果啊。那最终的话是 Steph Curry再度拿下 FMVP， 恭喜！那么最终的话，我们也恭喜金州勇士队拿下总冠军。在做了 Paul George 这笔交易案之后的话，确实都会比 Klay Thompson 再更好一些。那至于 Wiseman 去换 Zubac 自己交易的话，我自己是觉得其实可能差不了多少。但纯粹以护框能力以及挡拆质量来说的话 ，Zubac 都是一个非常好用的绿叶型球员。好，那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感谢各位今天收看。那如果各位喜欢这影片的话，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随时关注我们最新的影片动态。那么这话就下部影片见喽。拜拜。